秦公韩吉，上党将入秦也，其利民不愿复秦而愿复赵，韩不敢为利民之心，仅将上党所辖十七城拜献之于大王，唯愿大王收之。韩卿，你来看看，好大一片地方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片地方多丰饶啊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赵国的领土一下子扩张这么多，以后赵国的子孙一定会记住大王的丰功伟绩啊！寡人也只是想以后好面对先王和列祖列宗啊。嗯，还行。这么说，你也同意寡人收了这上党十七城？陆仲连公子到。啊，是寡人宣他进宫的。拜见大王，平原君安好。陆公子，仲连闻无故之力，为之殃祸，大王万万不可收之。韩国为秦而亲赵，事已来归，何为无故？大王怎么就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？秦国蚕食韩国，攻下了野王，断了上党等道，不令相通。秦国自以为将韩国掌握在手中，如探囊取物，志在必得。秦国如果知道上党等地归赵所有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这就好比春天秦国种下的种子，到了秋天却由赵国来收获，这就是仲连所说的无故之力。现在韩国以利民不愿复秦而愿复赵为借口归赵，其实就是想嫁祸于赵国，以解韩国的燃眉之急。大王三思而行。平原君，你认为呢？以十万兵力攻一国，历经多年未得城池一座、土地一寸，现在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十七座城池，此计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！正是正是，正合寡人之意。韩王的意思，大王已经心知肚明，自有对策，就不费鲁公子之心。上当，上当，上当也！老王，随他去吧，年少轻狂嘛。不过是个齐人，却要跑到赵国来指手画脚。平原君，这上党十七城还要劳烦你去接手，别人去了，寡人实在是不放心呐。你看，寡人让你带去五万兵马，如何？臣遵旨。利欲熏心，急功近利，必会引火焚身。大王，少时平原君来了，您千万不可乱了方寸，说话要谨慎，不可露出破绽。知道知道。你消停会儿行不行？你当我是傻子？大王一向为人直率，若有失言，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。放心放心，这点谋略寡人还是有的。是是是。赵国使者平原君到。欢迎平原君。赵国平原君赵胜拜见大王。哎呀，久闻平原君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呐、
不知平原君婚配否？大王，这是哪儿对哪儿啊？不知大王这是何意啊？这意思还不明白吗？就是问你娶媳妇了没有。大王，这种地方恐怕不是谈私事的地方。寡人就是个俗人，喜欢说点家长里短什么的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随便聊聊。大王免了。哎，平原君，我们大王呢，就是夸您呢长得有点年轻，不像有家室的人呢。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早已成家。好，那咱们就先这个，那咱们就先谈正事儿吧。我说今天你怎么话那么多？大王，赵胜此番前来是为了接手上党十七城的印信，请大王将印信交付赵胜，也好回去复命。急什么啊？来来来，不用着急，先好好玩两天。以前没来过南郑吧？四处去逛一逛。哎，我呀练了一手绝活，得让你见识见识。看看啊，就是。我们大王呢是觉得平原君一路劳累，休息一会儿也好。大王，事不宜迟，赵胜还要抓紧时间布防，以防秦军偷袭。既然如此，好吧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不知平原君此次带了多少人马？五万精兵。什么？五万？哎呀，你是小孩子过家家吧？啊？对不起，这封印我还不能给你。堂堂的韩国，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五万人马想抵御秦军，你还不够人垫马蹄子呢。大方何出此言？秦国打韩国，赵国并不想打秦国。五万精兵守城是足够了，难道大王想以赠地之名逼迫赵国参战不成？我们大王的意思是说，秦国呢是虎狼之邦，贵国一定要有点防备才是。得了得了啊，咱们谁都不是傻子，我闲着没事干啊，白白把上党十七城送给你，那是我的肉。大王书简里可写得很清楚啊，上党立名不愿复秦，只愿归赵，才有了这赠地之举，以修两国之好啊。平原君，你不傻吧？啊，其实你心里特别明白，装傻。我韩国打不过秦国，你赵国得出来帮一帮，帮我守住大门。上党十七城不归赵啊，但你得帮我把门守好喽。平原君，我们大王呢连日劳累，有些困倦，担待。大王，咱们还是回去歇息歇息吧。我连日不累，更不困倦，我精神得很。你甭惦记把我支走了，净跟他说好听的，咱们还是把话说白了好。早知如此，赵王就不该要这上党十七城。其实你早知如此，你不过是想占这个便宜，占这个大肥肉的便宜啊！哎呀，又想占便宜又不肯出力。世界上有这档好事儿，你倒是给我介绍两档啊，也让我乐了。哎呀，骗局！好啊，你这上党十七城我不要了。舍得？哈，我们堂堂的赵国岂能受他国的侮辱，告辞。我送送你。我必。我还省事儿了呢，你吓唬谁？砸了砸了砸了。
哎呀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大王说话他一定要小心呐。怎么了？你放心，他还得回来。你信不信？不信，咱们打个赌。这分明是个陷阱，不收我，如何向大王复命？而且是自己纵容大王做出的决定，接受吧，势必陷入秦韩之战中，又被陆中林所中。赵生啊，赵生，你就这样回去，岂不被满朝文武所耻笑？先收下吧，等回去后再从长计议。你瞧，他回来了，你可输了。参见大王。你回来啦，大王，赵胜刚才言语多有冒昧，失礼得很，请大王见谅。没事儿啊，我不在乎这个。怎么样，还是不舍得这块大肥肉吧？不，赵韩两国唇齿相依，应以大局为重，两国修好才能抵御强秦。这样得了得了啊，说那么多好听的没用。准备多少兵马？赵国现在在边境上陈兵150,000，如果局势有变，即与50,000精兵会合，200,000大军应该够了吧？这就对了，你占了便宜，我也不吃亏。来人，蒋丰音交与平原君，叫侍卫队护送平原君出境。诺。多谢大王，赵胜告辞。替我问候你们大王。赵胜一定带到。告辞。平原君慢走。大王英明啊，大王英明啊，臣不敌。哎呀，什么四大公子，我压根儿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是啊，咱们有把大门的了。如果他们不出兵呢？敢？他们有50,000精兵在上党，他能弃之不顾，白白送死？是是是，大王谈笑间翻云覆雨，扭转乾坤，有大王在，韩国之幸也。甭说那些文绉绉的好话填糊我啊，我就是以俗人，你输了。臣甘愿受罚。无忌，对不住你。想念如今吗？公子，你究竟身在何处？难道有什么灾祸又要临头了吗？念奴，念奴，
大王为赵国立下的丰功伟绩，赵国的子孙后代将永志不忘。是啊，将我赵国的版图一下子扩大了这么多，就是先王在世也望尘莫及呀。林大王，秦军攻打上党，请您赶紧增兵。秦军现在到哪里了？已经将上党包围。没事，就让韩国他们先扛着吧，我们看看再说。诺。兄长，兄长，无忌近来忙于琐事，对兄长照顾不周，还请兄长恕罪啊。哎，贤弟，我这身子骨还能熬些日子，贤弟可千万不能耽误天下大事啊。我刚刚听到门客报告说，赵王因韩国的请求派平原君带了50,000兵马去接受上党十七城。哎，进去容易出来难呐。这姐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？贤弟呀，有谁能经得起欲望的驱使？又有谁能抵抗得住利益的诱惑呀？赵国怕是要陷入危险的境地了。不过根据我推演的结果，如果赵王用人得当的话，形势可能还有所缓。推演？来，咱们一定要痛快个七天七夜，饮酒。禀大王，秦国又增派兵士攻打上党，韩王请您速速派兵，他们快撑不下去了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诺。平原君到。哦，他怎么来了？我是说不能来参加吗？参见大王。平原君，你来的正好，前几次叫你都没能来，这次你一定要陪寡人多饮几杯。得到上党，你可是最大的功臣的。多谢大王，但这酒还是以后再喝。臣听说到现在大王还没有向上党派兵啊。哎，急什么呀？不是有韩国在那儿吗？别怕他们不扛着，咱们先乐呵几天再说。可大王难道忘了，我们赵国也有50,000军队在那儿，如果秦军进犯，我们也要损兵折将。哎呀，这个寡人倒是舒服了。如果韩国抵挡不住秦国，秦国占领了上党，那么上党就不属于韩国，更不属于我们赵国。我们现在庆祝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大王，我们还是尽快出兵，与韩国一起共同抵御秦国。平原君说的对，寡人这就发兵。但以你之见，寡人该拜谁为帅？廉颇老将军体力可能不佳，但经验还是最为丰富，此番去别国作战还是要靠经验取胜。好，寡人就拜廉颇为上将，率兵200,000前往上党抵御秦军。赵韩联军不敌秦军，上党已然失守。啊，上党都失守了，那我们来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啊，上党本来就不是我们赵国的，丢了又有何妨？我们还是回赵国吧，省得跟秦军硬碰硬。对呀。嗯，上党失守，长平已成不争之地，
传令三军，不得有丝毫懈怠。诺。哎呀，正想着你，你就来了。看过你姐姐了？姐姐催我来见你，说你遇到麻烦了。麻烦是我自找的，万恶太为首。如果庸人得当，还有一半的胜算。这宝啊，就压在廉颇老将军身上了。廉颇老将军身经百战，可担此重任。扎在50里开外的山涧西端，地势西高东低，对我军十分不利。传令前军，趁秦军立足未稳，利用涧深沟长之地势，沿陡壁悬崖修筑营垒，营垒上要堆满可做武器用的石块，以防不测。大将军英明，扬长避短，坚壁御敌，敌众我寡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。我看这样不利我们进攻吧。错也，眼下敌强我弱，必须避其锋芒，保存实力，待秦军锐气消耗殆尽，我军方可转守为攻。再令后军在靠近城边，在水源的地方挖50丈见方、5丈深的大坑，坑底要扎实，不得漏水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快去办！诺。慢。传令严把城门，没有我令，谁也不准擅自出城迎敌作战，违者军法处置。诺。公子，别来无恙。给如姬夫人请安。公子可是来见大王的？正是，我刚从赵国回来，情况紧急，我要向大王禀报。外面传闻不少，不知实情如何？赵国与秦国陈兵百万，在长平对垒，赵国相对弱势。如若赵国兵败，必然危及我魏国安危。夫人所言极是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。城门失火并不可怕，但要是后院起火，可就要殃及寡人喽。无忌，拜见大王。罢了，你无忌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有什么重要情况向寡人禀报啊？赵国与秦国对垒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不必惊慌，寡人自有主张。我倒想听听大王的主张。秦国和赵国是当前最强大的两个国家，他们打得越厉害，国力消耗的越大，那么对魏国压力也就越小，那寡人的日子也就越好过。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，大王还是早些做好准备吧，否则大王今后的日子恐怕会不好过。你们两个怎么总是一个腔调啊？大王不要误会，如姬夫人也是为你着想。只要你们俩别一个鼻孔出气，寡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廉将军，战士们挖坑掘地5丈深，昨天下了场雨，这坑里住了些水，您看要不要把水清干了？不，不但不要清干，我们还要派兵把水保护好，
此外，你马上派人想办法把山涧里的水全都引到坑里去。爸，将军，秦军又攻城了。气死我了！将军，末将和中兄弟请求出战，自从来到长平，还没痛痛快快的打过一仗，进军秦军叫马，我们憋不住了。站住！谁也不能擅自出城迎战，违令者随胜一斩。大将军，难道我们赵军就甘当缩头乌龟吗？逞一时之强乃匹夫之勇，我们再熬上一些时日，秦军必败。将军暂且不必忧虑。报，怎么样，成天只知道斗嘴皮子，就是无人出来应战。下去吧。这个廉颇最是老奸巨猾，眼看他来上党好几个月了，却总是按兵不动。他这是想拖垮我们，得想个法子逼他出来才好。山下有水涧，名曰阳谷，秦赵之军共饮水于此涧，但水势自西向东，我军在上游，而赵兵在下游，若从中这么一截断，赵兵就没有水喝了，一旦无水，不过数日赵军必落，我军趁机出击，胜算在握。好计策，即刻切断水源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廉颇能挺到什么时候。廉将军，我们一直饮用阳谷的泉水被秦军给断流了，这没有水我们该如何是好呀？秦军终于想到了这一步，倒还不算太笨。我问你，我们挖好的那些坑水都蓄满了吗？前几天下了几场雨，再加上这几天我们日夜不断地把山涧的水引到坑里，现在已经蓄满了。将军英明啊，这下我们就不怕没水用了。我就料到了秦军迟早会想到这一步断我水源，现在我们已经储备了充足的饮用水，还有河油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秦军远道而来，长拖不起，他们想速战速决，可我偏偏避而不战。你记住，斗智高于斗勇，只要能够巧妙地利用天时地利，就能够以弱胜强，击败秦军。这廉颇到上党去已经有一年多了，未见丝毫动作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廉老将军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大王您就不必担心了。听探报说，这一年多以来，廉颇就没有出过城门一步，也没有跟秦军交过一次手。寡人还未曾听说过，有哪一场战役是不用交战便可获胜。禀大王，赵括将军求见。传他进宫。诺。大王，相国。赵将军也是来请战的吗？回大王，赵括不才，愿自请为廉老将军副将。你父亲马夫君赵奢是个难得的将才，可惜已经去世了，寡人现在是连个调兵遣将的余地都没有。赵括，听说你从小就熟读兵书，廉颇将军在长平的战略想必你也是有所耳闻的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回大王，兵书上说，兵贵神速，不战则已，要战就要出奇兵，出快兵才能出奇制胜。廉将军这样的做法
可能是因为他老了，没有斗志了吧。你们的本事都哪儿去了啊？一群没用的东西，都下去吧。大王，大王是为了长平之战而着急吗？你说寡人能不着急吗？这仗打了这么久了，这赵国呢在那儿养精蓄锐，我们秦国呢国力耗尽，军心涣散。我军已经断了赵国的阳谷水源，没了水源，赵军就如同瓮中之鳖，渴也得渴死，还能不乖乖投降吗？相国不知道啊，廉颇那个老东西他更加厉害，他好像算准了我们有这招，他早就在城里头掘地蓄水了，我们断了他的阳谷水，奈何不了他。廉颇将军果然是一代名将，名不虚传，他知道我军强大而不会轻举妄动，又看准我军从远道而来支撑不了多久，他想拖垮我军，待我军疲惫之时再一举袭击。大王，如此看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。相国有何妙策？换将。换将？廉颇守在长平，我们就很难击破赵军，看来我们必须除去廉颇。如何去除廉颇呀？我们用反间计。反间计？这不是马夫丁赵奢之子赵括吗？哼，果然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呢。是啊，我听秦国人说，廉颇将军老迈年高，不敢出战，秦国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们担心的是赵括赵将军，他若当了主将，秦国必败无疑啊。他刚从街上听到一些流言，说与平原君听听。诺。最近事情上都在流传，廉颇将军年事已高，而且带兵又过于保守，赵括将军正当年，秦军都很怕他，如果赵国拜赵括将军为主将的话，赵军必定能大败秦军。好，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平原君，你怎么看？这个议论我也有所耳闻，不过大王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您既然拜了廉老将军为主将，他又没有打败仗，您凭什么换他？可他也没有打胜仗，我本来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，寡人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，本来长平之战寡人是预备速速拿下的，不然就失去了当初得上党十七城的意义了，如今却是一拖再拖。赵括乃青年才俊，又是赵奢之子，虎父无犬子，而且他从小耳濡目染，又熟读兵书，他上次所言之韬略与寡人不谋而合，寡人决定撤了廉颇，拜赵括为主将，将上党十七城速速拿下。大王万万不可啊，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，你要三思啊。事到如今，寡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就算大王要换将，那也不能换赵括，他虽然熟读兵书，可他只会纸上谈兵，没有丝毫的作战经验，而且用兵乃是凶险的事情，只会夸夸其谈而已。可秦军怕他呀，秦国人都在说，他们最畏惧的就是赵括。大王，小心有诈啊。不会吧，秦王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说。
平原君，寡人先前曾听说过你跟赵奢有过不和，你不会是为了这个原因才百般阻挠寡人封赵括为主将吧？国家重臣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置赵国的前途于不顾。大王既然这样赏赵奢，好啊，那赵奢就无话可说了。越来越狂妄，将军，秦军已经按捺不住思乡，好些人都开了小差。好啊，我们再苦熬上一些时日，到时候城门洞开，我倒要看一看那些得了思乡病的秦军还怎么与我们作战。赵括，你能为寡人击败秦军吗？回大王，若秦军主将是武安军白起，赵括我还得付些思量，若为其他人，皆不在话下。说来听听。想当年白起灭韩军24万在先，又攻魏取大小61城，接着又夺下楚国的2重城，又复攻魏斩首13万，又攻韩夺5城斩首5万，白起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可以说如今秦国的半壁江山都是他打下来的，其威名远播，军事无不望风而立。臣若与之对阵，胜负难料。但如今秦军主将并非白起，廉颇又过分迟疑，一再贻误战机，才使得秦军如此狂妄。臣若为赵军主将，将率兵主动出击，如秋风扫落叶，歼敌于昌平。那寡人就立即拜你为大将军，顶替廉颇，如何？臣绝不辜负大王信任，定不辱使命。好，那寡人就再给你20万兵马，加上廉颇先前带去的20万兵马，共计40万兵马，西方里速战速决，速穿捷报。赵括受命，大王知遇之恩，赵括敢不效力？寡人今日能得君威上将，实在是高兴，就再赐你黄金1000两，丝绸100匹，等君凯旋之日还有重奖。谢大王。夫君怎么了？大王嫌廉颇将军不得力，想要换上赵括为主将。哼，可那赵括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只会纸上谈兵，夸夸其谈，可是这是要带兵打仗啊，把几十万军队让他统领，还不如让上党拱手送给秦国算了。夫君言之有理。我平原君一片良苦用心的，可大王竟是以为我在报复赵奢。也是，想夫君当年与赵奢结下的梁子真可谓人尽皆知啊。是啊，当年我是与赵奢闹得不愉快，可我也是以国家为重啊，觉得赵奢是个可用之才，便向大王鼎力推荐了他。更何况就算我不能释怀，我也不至于将此仇算在他的子孙身上吧。我一向以夫人为知己，没想到连你也不理解我呀。我只是想让那个赵括当主将也好，到时候他吃了败仗回来，大王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？只怕到时候赵国元气大伤，不是我平原君所能挽回的，这将毁了我之大计呀。来，搬过来。哎，放在这儿吧。
等等，哎，母亲，哪来这么多东西啊？这都是大王赐给我的，大王拜我为大将军，接替廉颇收复上党。大王拜你为大将军，挂帅出征？是啊，母亲今后可以安度晚年，享荣华，度富贵，我终于有个出头的一天。胡闹，你已经答应了？那当然，这可是我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母亲难道不高兴吗？是你高兴得太早了。那廉颇老将军身经百战，战功赫赫，要你去接替？哼，廉颇已经老了，不行了，出兵多日不敢与秦军交锋，大王都等得不耐烦了。那是时机未到。哼，兵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行了，不要说了，快把这些赏赐退回去。这怎么可以呢？进屋来。